快追着他！快追着他！快追着他！闪开！大老爷做主啊！光天化日之下，欺负一个女人和老人算什么本事？官爷，小的哪敢啊？是他！ 欺负我们家公子，对，做主啊！对对对，胡说八道！他们胡说八道，明明是他们光天化日之下强抢民女，他们恶人先告状。行了，先散开，别耽误军中要事。子恒，太吵了，回府。你们几个，赶快给我散开，否则军法处置。滚！官爷。 没事吧？你是个瞎子啊！你是何人？出去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我刚救了你，这是对救命恩人该有的态度吗？出去！啊，你就不能说句感谢的话呀？少爷，没事吧？丸子，姑娘，谢谢你啊！没关系，你看到没有？这才是人该说的话。没事。子恒，把他拉出去。 少爷，你没事吧？四哥，把他轰下去，恢复。丸子，你快下来呀！哎呀，快快快！哎呀，爹，哎呀，爹，这糖醋排骨真的是名不虚传。哎呀，哎，闺女，我这个女儿红也是，哎呦，我也来呗。爹，哎，你少喝点啊。 你现在都已经脸红彤彤的了，还这装？二柔姑娘，我真名不虚传，好漂亮啊！你说我会不会有一天也跟二柔姑娘一样？ 你还是少喝点吧，闺女。少爷。 您的菜，没别的事儿，就别让别人来打扰。啊，是。少爷，你也别太难过了。将军，他还是挺看重你的。为了这桩婚事啊，他也是费了不少的心思。这青龙寨的余孽，一日未除，我哪有心思想这些事儿？再说了，我爹那人，10年前。 他能为了丽君公，弃我们母子安危于不顾，今天，就算是我腿断了，如果能让他和梅强再上一层楼，他一定会让我去。哎，阿柔呢？阿柔在下面表演呢，一会儿就上来。
少爷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我和少爷去抓青龙寨土匪，结果被别人暗算了。他的眼睛……哎呀，三少爷，你把我一个别人瞧不起的卖艺女子带进了如意楼，不但让奴婢唱曲跳舞，还让奴婢管理如意楼。三少爷对奴婢的恩情，奴婢此生都不会忘记。奴婢愿意一直陪在少爷左右，永远的服侍少爷。我没想，快起来。少爷为何要装瞎？难道是为了退婚？今日行事乃是军事机密，不料那青龙寨竟设陷阱陷害于我，想必就是那内鬼通风报信，于是我就顺水推舟，装瞎示弱，好暗中抓住那个内鬼。梅府向来治府严明，没想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。我让你查的事情进展如何？我查到了一个藏私盐的地方。自李天龙的盐帮覆灭之后，这青州城已经数十年没有出现过私盐的买卖了。看现在的情况，这私盐的买卖是要死灰复燃的苗头。谢谢各位父老乡亲。怎么回事？我去看看。谢谢各位父老乡亲啊！那个，现在多加一两银子，我们再表演一次。没事，少爷，就是一个小丫头喝多了，一帮人看她表演。想不到我们如意楼还卧虎藏龙，我们得小心一点。让少爷操心了，我跟思恒过去看看。出去。你是瞎了吗？你看起来好眼熟，我们是不是认识？不过你瞎了，你怎么吃饭啊？既然都是熟人，我照顾你，我来喂你吃。子恒，子恒。张嘴啊！你不想吃吗？这么大力！张嘴啊！我怎么这么大力？你为什么不吃啊？这么浓的酒味！咦，你是不是那个梅少将军？梅少将军，几个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人，我明明救了你，你居然还凶我。你凶我也就算了，你还轻薄我。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小丸子的怒吼。大胆把他拉走。少爷，你没事吧？阿柔，以后这个疯女人不许出现在如意楼。是，少爷。疯子，起去！没事吧，丸子？你怎么能推人呢？你？我说你们俩啊，没有钱就别来我们如意楼吃东西，我们这儿可不是什么慈善机构。走，我们还就来了，怎么样？我们就天天闻你们家馆子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天天闻他们家馆子。没事吧，丸子？啊，走，再见。下去。糖醋排骨，
好吃。哎呀，闺女啊，你是吃美了，咱们今天晚上又得露宿街头喽。好吃。猎人侠，咋了？咋了，闺女？关子。猎人侠，等等我，你别跑，猎人侠，救我呗！还好没在。真的是你啊？我好喜欢你，我真的好喜欢你。你以后可不可以带我一起行侠仗义？我们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呢。造孽呀！丸子，丸子，啊，爹，猎人侠在这儿呢。丸子，你去哪儿了你？啊，猎人侠呢？哎呀，你这脑子里面天天装的是什么呀？走了。哎，我好饿呀，我好想再吃一只西湖区糖醋排骨。等会儿，闺女，这一把什么都有了。孩子，打！咱们肯定玩大，你知道吗？你比我厉害着呢，是吧？哎呦，凤哥，回执，你又说光了。哎呦，你以前欠的钱什么时候还呢？哦，对，我给你拿下去啊！想跑是吧？没啊！你个糟老头子，应该是还不起了。不过你这个丫头，长得跟你一个样啊！不是，你是什么意思？卖了还是能抵几个钱的？我何以是自己欠的钱？我自己来承担，跟我女儿没关系的啊！凤哥，你承担得了吗？等我吃饱了有力气，看我不打死你！哎呀，丸子，吵死了！把他嘴堵上，带下去，走！跟金牌能翻盘呢？你闺女嫁给小宝爷，那是他走了狗屎运。我看你们是该动我们家丸子一下，我跟他拼了！我爹，别打我爹！别打了！我家！停！我家了，你就放了我爹吗？你放心。我赤峰说话算话，你要是嫁到了山上，我马上就放了你爹。丸子，不能嫁！丸子，爹，答应我以后别再赌了，不要再让我为你担心了，照顾好自己。丸子，带走。丸子，爹，走。丸子，爹。我的王夫子，好久没来了，来，里面请。来如意楼干嘛？这如意楼可是咱青州最大的酒楼客栈，在这儿架上山，彩头好啊啊！几位客官，您是吃饭呀还是住房？住房。哎，得嘞，里面请。走吧。哎，里面请，来。哎，你小心。我们好像要到青州了。我看你这么开心，不如你去嫁给梅三少爷好了。郡主，你就别取笑我了。这眼看都要到青州了，怎么不见有人过来接我们呀？对呀，要不然我叫秋华去看看。哎，别去了。这个梅府胆子也真够大的，竟敢怠慢本郡主，我还不稀罕去。
快点，出来了，大喜的日子啊，少爷！少爷，少爷，时辰到了。少爷，少爷啊！哎呀，老爷说了，郡主已经到青州了，要不去门口迎亲的话，就家法伺候。迎亲？啊，家法？嗯。老爷，不好了！别着急，慢慢说。郡主没有直接来府上，反而住进了如意楼。什么？什么？这，郡主住如意楼干什么呀？呀，会不会是因为世卿没有去迎接，所以生气了？那还不让世卿去接？三少爷他死活不肯去呀、啊。这个逆子。老爷，世卿现在这个样子，恐怕也不方便去接呀。爹，这也不是办法呀，实在不行我去接吧。闭嘴。不是，郡主是你接的人吗？我，陶吉生，赶快去那儿把郡主给我接回来。啊，我去呀！是。大人，郡主突然住进如意楼，我们来不及准备，如果有照顾不周的地方，还请你多见谅。还有其他人在里面吗？你放心，就剩下一位房客沐浴更衣，待会儿就请他离开。务必要保证郡主的安全。是，已经守住了所有出口。小姐，咱们突然住进这酒楼，是不是不合礼数啊？礼数？嗯，我乃皇族宗亲，我可是圣上亲封的郡主。倒是说这梅三少，他竟然也不来接亲，简直不把我们皇族放在眼里嘛。小姐，这梅三少不能来，可能是因为他受伤了。他怎么了？我刚才在前台听小二说，这梅三少为了剿匪受了眼伤。眼伤？这梅府的下人说，只怕是瞎了。瞎了？我堂堂九王府的郡主要嫁给一个瞎子吗？我们现在赶紧收拾行李，赶紧回府。哎，万万不可，万万不可！这是御赐的婚姻。咱们如果回去的话，就犯了欺君之罪，所有人都得死的。哎，又是御赐，御赐。小姐，您息怒啊，来，再喝点茶。哎呀，你不要再说了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你出去吧。我走，我走，出去，出去，好好想想啊。巧云，巧云，别喊了，我听见了，怎么了？梅府的管家已经在门口等着了。一个小小的管家就敢来接咱们郡主了，看到梅三少了吗？没有，没来吧。走，去看看。走。干嘛呢？哎，小宝爷，啊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看看我那未婚忙的便宜媳妇儿。爷，你也太着急了。我着急？我还得谢谢你们啊。谢谢你们给我找了一个胸口碎大石的母夜叉。那娘们叫什么名？她叫小丸子。小丸子？拿着这个什么？给我饺子，走。哎，你没看见？都是官兵给我赶出来的。这孩子耳朵洗澡呢。洗澡？那他在哪个屋？他在上面门牌上写着林海的那个房间。林海？我从后面进去看看。哎，装扮好了，我们就走吧。啊，这是谁啊？媒婆？
土匪娶亲还这么讲究。梅府，这不是山寨吗？五子侍卿，今后必将好生照顾郡主，而我梅府上下也当报效国家，以报皇恩。难道我刚才？人命关天，我现在要逃命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爹是欠了赌债的，然后我为了给他还债，我要到山寨去当压寨夫人。现在的女孩子命也太苦了吧，你快点走吧。嗯。哎，我不能逃，我逃了我爹就没命了。这些人简直是衣冠禽兽，我帮你给他们治罪。你是谁啊？郡主，管家来了。错房间了，原来这里是将军府，这可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要是被他们知道我不是郡主，岂不要杀头？吉时到，行礼。一拜天地。郡主是一时紧张，所以才忘了礼数。郡主，拜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拜。千万别掀盖头啊！掀盖头我就死定了。舒儿他们搞错了，应该有人信吧？不信怎么办呀？
被抓起来杀头该怎么办？你干嘛？怎么？郡主是在嫌弃我这个瞎子？真是瞎子吗？难道那天在马车上见到他的时候就已经瞎了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跟你说，这都是误会，这是误会。我不想嫁了，不想嫁了。我只被逼的，不是，我是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稀里糊涂就被送到梅府了。这是御赐的婚事，谁也脱不掉。既然你不想嫁，我不想娶，那我们就井水不犯河水，各自安好。不是，咱都到这儿了，怎么各自安好啊？我们虽有夫妻之名。绝不会有夫妻之事。就是说你不会碰我了？怎么，郡主这又是想嫁了？不，我同意。好，不是，没见过这么自恋。等我明天吃饱有了力气，我就跑。哎，不对啊，他不是瞎子吗？我现在就可以走了。啊？怎么，想逃啊？吃太多了。走得再轻，我也能听得清。再说了，今天可是新婚之夜，新娘子到处乱走，可不太安全。我们梅府的守卫很森严。睡觉啊。那你睡床上，我睡哪儿？你要想睡床上，我也不介意啊。我介意，本郡主大人，既好看又高贵，岂是你可以占便宜的？那你自便。自便？哼，是世人说出来的话吗？你说你一个大男人，你霸占一整张床，你好意思吗你？这是我的床。对了，你的床铺被子都在那边，自己拿啊。行，我看在你是一个瞎子的份上，我不跟你计较。我大人有大量，本君主在哪儿都能睡得着。去，走了。少爷，久等了。查到什么了？前些日子，
在青州街上出现一个疯子，他在风言风语的时候提到杀害梅夫人，我就派人将他绑了起来。此人什么来历？他叫陈老癫，青州人，生性癫狂，无恶不作，十年前从本地消失，最近又流落回青州，现在人已经完全疯癫了，无亲无故，平日里只能靠乞讨为生。还查到什么了？他提到过丐帮赖老八，此人专门寻人拉线，我查出大夫人被害的那一年，他就在黑道上网罗过杀手。他现在在哪儿？据说会出现在土地庙旁边的窝棚里，我已经派人盯上了。务必把他活着带回来见我。是。行侠仗义，因此，越执着了，越斑驳了，我珍藏的记忆，追着月光说我的你。